天我是一只兔子，今天我是一只兔子。过年呢，又到我老公一年一度的同学聚会，开心吗？好开心啊，又可以见到我老公的同学了。点解你系你开心呢？哦，你同学都系中意我多啲啦。哎，我好笑啲，你咧就扮眼镜、扮死扮咁噶啦。即系点啊？即系眼镜咯，佢哋唔中意你，中意我咧，我讲嘢好好笑噶啦。你睇，等下咧，佢同学咧肯定会好俾心机咁样赞美我。Hello， 新年快乐！我唔系暗啲啊。我唔系暗啲啊，讲多一次我唔系暗啲。红包你用红包嘅咩？佢话你唔使噶啦。仙女暗啲。我唔系暗啲，我讲多一次啊！我系姐姐。要红包嘅咩？真系要俾红包俾佢啊？系啊，我未结婚。你未结婚啊？哎，红包嚟啊！来，红包红包。啊，讲多啲，啱听啲。啱你个鬼！啊，我老哥同学好多都未结婚嘅喎，好多啊，仲系要一个。关你鬼事！有没有发现过年的时候啊，吉隆坡没什么车了，现在就是没有那么塞了。大家都回老家了。对啊，你看那个路。一下子就回来了，我告诉你。初四就回来了。我现在看马来西亚的路，我说哦，好像真的空了很多。吉隆坡也是有人的，好不好？我们一会儿赌一把，要是咖啡店里面人很多，你请客。Nice。今天还是有点塞车。把这个以前是我小时候唯一一家商场。难道咖啡店没有存在吗？这四个吉隆坡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老人的吉隆坡。是个老。五十岁以前。说明你们都老了。果然。哇塞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 啊！你早一点回的话，我们还可以去载你。要说在吉隆坡哪里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年味？来咖啡店肯定没错，每一年的咖啡店新年装饰都是排在前面几位的。虽然在马来西亚每一年的假日都过麻木了，但是我们这个中国的新年还是要来咖啡店好好感受一下新年的人潮吧。好多人，原以为放假吉隆坡会没什么人，刚还有跟我们家谢大脚打赌说商场里面肯定没什么人来，进了咖啡店看新年装饰的这条路都走不通了。今年兔年，这两个大兔子真的是好可爱的。我主要是为了看这两只兔子的。上面挂的这些灯笼都是华人过年必不可少的新年装饰。今年的这个装饰看起来真的好喜庆。我还跟我们家谢大脚说，以后每一年过新年，我都要穿着汉服来拍微店拍照。今年是我在吉隆坡过的第二个新年了，年年都要来感受一下浓浓的年味儿。那边那个就是著名的，长得很像那个什么的那个球球。然后你看，晚上十点还有这么多人来，他们都在这里排队，排队等，全是人。啊，这些小兔子好漂亮的。咖啡店每年的装饰还是挺好看的。这一边的大大的兔子，好了好了，人太多了，简单转一下算了。你看这些拍照的人多不多？全是人。来，我们今天来吃这个 Two Sons。以往他们家是没什么人的，今天可能不太一样。啥？因为它是全英文的，所以我也看不是很懂。你们要自己看一下餐单啊。什么好吃吗？就是清口好吃，清口加面包，绝绝子好吃。这个是扫码的菜单。扫码看菜单，不是扫码点单系统。不是扫码点单。
所以一会儿你看完菜单了，你还想再来点。很人性化。你喜欢吗？我很喜欢，因为之前我一个人来吃过，很好吃。我跟我老公吵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来这里享受美味的食物。哦，你花谁的钱？刷我老公的卡。开心吗？嘿，呵。所以今天带他的同学再来刷一下我老公的卡。所以今天我们也去高级一点，放宽心了点，点那个三四五六百。好。那我们要不要点一个披萨，一个 pasta？ 可以啊。一个青口。对，他青口其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大份的，他青口我今天一个人吃，我也吃完了。你很饿吗？饿啊，但是我就是化气氛为力量。哦，对哦。那时候我把菜端到你面前，你都不吃嘞。晚事不要做。好的。在马来西亚，英文阿嘎阿嘎都可以叫的。你确定？就是 you speak English 阿嘎阿嘎， you can communicate 阿嘎阿嘎。然后呢，他就给你阿嘎阿嘎的东西。他就不会啊，他是给我一个我要的东西啊。你可以不会用语用手是吗？你不会英语用手啊？上次你自己来吃的时候，你是怎么沟通的呢？我也手势跟 English 并存，说 more I want this one big Massive big one and cream cream this one, the macho and cream, cream and bacon big cheese steak with big one top one or diet bread with fried one this one. Carbonara. Carbonara pizza. 我们新加坡来的就是不一样哦。你给完了吗？啊，还有一个甜品哈。嗯。甜品。你要这个吗？Hot chocolate. Hot chocolate and cake lemon pie. Yeah.比不过人家新加坡来的，我也没什么办法。不是，太难念了，那个 English。难个鬼！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 Cabrona。下来，然后我们喝一下咖啡。哇，这个是什么来着？对啊，他的披萨蛮大一份的，吃不完给他们打包了。Thank you. Hot chocolate. 哇，这个蓝色的，这叫什么来着？这个披萨叫 pepperoni。pepperoni，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这个你要问专业的鲍先生。那个 pepperoni 是指哪个？哪一个？那个肉片。哦，肉片叫 pepperoni。那一个。这是牛肉，真的可以吃到拉丝儿哎！我老公做的没有拉丝儿。我们炉子火力不够，应该是。不是啊，这个你要买那个化学，就是有加工的起司，它就很非常的辣，真的好辣的，而且放的挺多了。你看人家是怎么吃披萨、啊、你看你怎么吃披萨、啊、我的吃法没办法这样子吃好不好，某人可以感染黑皮老婆的、啊、爸爸你一个黑皮好吃好吃啊，我觉得好吃，我觉得披萨加吃很好吃，它这个句子不知道是哪里的，这么长，拉这么长。一个面包。看到没有，这面包够不够我们吃？两份。为什么有两份？它是大份呢、啊、所以它有两份呢、啊。
哇塞，这一餐吃完还要还能吃么么蛋，我信你个鬼！我找的这个店是不是很有特色？我第一次这样子吃青口的，它肉我觉得还算多啦。来来来，吃一个。你先等，你先等。给你吃一个，你辛苦了，你今天买单的。你说的好像平常不是我买单一样。平常也是你买单，是那平常我买单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说、啊、你辛苦了，老公？气死！你看，哦，哇，你看，捞了个气死！尝一个，嗯，好香。算是新鲜的吧。什么叫算是？我也不知道，等会我说新鲜你又说不新鲜。好吃。哇，他给的气势很够力耶。对，就是要这样吃，如何证明食物好吃？就是吃光光吗？老公付钱请吃饭，就是很开心呀。麻烦下次多来点同学。一个字，绝。